2020这场选战，我们在这边支持，也希望能够以韩流对抗毒流。用够不够毒来拼场，蔡赖抢总统门票之时，蓝营基层小鸡也动起来，力拱最强棒。那这边会再一夜，那再一夜就直接发出去，发10万份的文宣，他可以就用传真的方式，或者他愿意送到我们服务处也都 OK 这样。结合自己选举文宣，在选区发出10万份联署书，加上官方 LINE 联合招募，全面号召群众，要求国民党2020征召韩国瑜出征大会。你刀再锐利，砍多了有时候会钝一点。绿中之绿的三重，其实国民党跟民进党的差距也有相当幅度的缩小。是，台南也是一样啊。肯定韩流威力，主席为2020再试空间。朱立伦也松口，若党最后提名不是我，也将全力协助党的最强人选，不求任何位置，也不为个人考量。大家都主张要用最快的速度，然后能够有一位最强棒能够出来。我相信在这个阶段有这样的一个初步的共识，我也希望吴主席赶快请我们这些有意参选总统的人一起坐下来喝一杯团结茶。正当民进党走向分裂，蓝营团结拼胜选，不止基层力拱，太阳们也期盼最强棒快出现。记者石文贤、陈文月台北采访报道。